八支枪开四龙啊！干什么？找大人。进去吧。回曹大人。谁呀？小的万子和。什么事啊？那个女强盗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带来一帮同党自投罗网。知道了。苏州府的正堂曹鸡蛋。炒鸡蛋，基础的鸡，旦夕的旦。混蛋。带人犯。是啊，带人犯，快走！快走！快！快去！快去！报名，姓字名谁？爹什么名？娘什么氏？家住哪乡哪镇？说清楚。我姓厉，叫厉本，广东佛山人。爹妈早就去世了，从小跟着爷爷。你爷爷叫什么？厉常来，是万里赌坊河谷的老板。如今赌坊可是我们爹独资的呀。你爹就你爹，不要我们爹。是，他爷爷还欠我们5000两银子呢。啊，厉本，你的赌本是从哪儿来的？偷来的还是抢来的？什么地方抢啊？到哪儿去偷啊？我到赌坊找我爷爷，在路上碰见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，他给了我8个元宝，叫我跟着一位穿枣红坎肩的老头赌，他押什么我押什么，输赢跟着他。那老头把4条金子压在青龙上，我有点不服气，压在白虎上，结果出了青龙，我才跟着他押。那个给你8个元宝的老头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他姓刘，叫刘墉。啊，刘墉，左都御史、翰林院大学士刘墉。嘿嘿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不知道，也许是同名同姓吧。你说穿紫坎肩那个老头在哪儿呢？能在那儿。就是他。对，用妖法诈骗诱奸的就是他。他说是由北京来的，叫高天赐。抓高天赐，瞧我的啊！走，过去。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，我自己会走。跪下。见到本府为何不跪？你中过举啊？你听见没有？我问你中过举吗？我举过中。哦，那你是武举人了。举过石锁、石磨、千斤顶，哼，没有举过人。哎呀，我问你有没有功名？
弓，弓倒是有啊，拉弓射箭，走马射金钱，没有名过。大胆，你简直目无法纪，你既然没有功名，见了本府为何不跪？祖宗的家法，不跪官不跪府。跪什么？跪天跪地跪神旨，跪父跪母跪圣贤。天地君秦师，难道你无君无师，你眼睛里的没有皇上吗？我眼睛里看不见皇上，只看见有个苏州府正堂捐班出身，贪赃枉法，私通民妇的狗官炒鸡蛋。我叫曹鸡蛋，曹孟德的曹，李隆基的基，但行好事的蛋。但是你不行好事啊，欺君罔上，侵人田产，多行不义怎么办？你无凭无据污蔑官长，大言不惭，扰乱公堂。你好大胆子！刚才我看你五官不俗，衣帽堂堂，以为你一定有功名在身，要是好说好讲呢，咱们还有商有量。如今你眼睛里连皇上都没有，就不能够怪我依法行事了。要知道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除非你是皇上。就凭你是皇上，你看你这四方脑袋这么戴龙帽啊，你这个前方后圆的身材，你这么穿龙袍啊，哎，你要是皇上，我就是皇上皇。好，就算你是皇上，你县官不如我县管，你居众滋事，藐视公堂，殴打公差，挟制官长，我先打你500大板，叫你尝一尝，再把你钉牢受监，给你脖子上代价，叫你扛一扛，我看你眼睛里还有没有皇上。如果你眼睛里没有皇上，还有我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只有皇上的眼睛里才看不到皇上。荒唐，你也看不到皇上。嗯，难道你是皇上？报告，报告大人。什么事啊？回大人，江宁中尉指挥季伦泰、苏州卫千户毕正书陪同刘墉刘大人前来接驾。啊，接驾？接什么驾？刘大人说，皇上微服出游，和内务府总管大臣鄂荣安鄂大人在万历赌房不祥。不祥？你是不是说来不祥祥啊？刘大人到。臣刘墉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刘墉平身。谢万岁。苏州府曹鸡蛋营私舞弊，贪赃枉法，勾结万历赌房的万人迷万子和，欺诈善良，骗取钱财，将他革职严办。是。将万历赌房的资产充公，赈济灾民。臣遵旨。王八蛋，我找我的四女儿小丽吧。小丽吧，爷爷。小丽吧。爷爷。爷爷。怎么这么多人跪下啊？那个人是谁啊？他是皇上啊。皇上。哎，对呀，你忘了，在扬州平山堂，我请你吃过饭呢。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是越谈越投机。我还扑腾跪下给你磕了三个头，认你干老啊。哎，爷爷啊，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你没听见吗？我还以为您吹牛呢。啊，爷爷吹牛啊？爷爷从来不吹牛的。哎，爷爷，怎么了？爷爷，哎，您怎么了？爷爷。啊，爷爷吹牛了吧？啊，爷爷不吹牛了。刘英，真在。这回呢，我赢了350多万两，你叫人跟着龙尾巴也赢了100多万两，也不如索命啊。托皇上的洪福，皇上赢钱，臣沾光；皇上吃面，臣喝汤。好好，叫他们。把那边玉碑亭圣祖的石碑移到寒山寺去。我拟了8个字，你当众读一读，然后刻上去。臣遵旨。我皇陛下驾历江南，赈济灾荒，抚恤万民，如今皇恩浩荡，御赐碑文，尔等臣民跪听宣读。笔所书，龙飞凤舞，御赐碑文是8个大字，意思是并非禁赌，而是劝人在业余之时呢，小小的博戏。这8个字是，博戏浅性，小赌怡情。